所以我们钟鼓楼送给刘的好朋友啊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和音乐队，喜欢摇滚，喜欢这里的音乐，喜欢这里的一切，钟鼓楼送给大家。持续的嗨呀，停不下来啊。给力，来劲儿。谢谢九八七，威武霸气啊，这才是男人。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面，那里的人们走那么多的时间，他们正在说着那，谢谢大麻子啊，谁家的三长两短，他们正在看着你掏出什么牌子的烟，必须的都是经典。小饭馆里面辛勤的是外地的老乡们，他们的脸色像我一样。感谢无人于舍。当着他的落叶，夕阳不见，阴景桥再也望不清，望不清那西山，倒影中的月亮啊，在和路灯谈判，水中的荷花，它的叶子说着明儿早晨是谁生火做饭，说着明儿早晨是吃油条饼干。感谢少王。现在的钟鼓楼和以前不一样了。钟鼓楼记着那尘烟，等你们画着他的脸，你的声音我听不见，现在太吵太乱了，你已经干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你怎么还不发言，是谁出的题的这么的难，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，是谁呀，是谁，是谁，是谁？介绍一下我们乐队的成员啊，我后面的是我们的帅气的鼓手啊，我们涛哥啊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回音乐队。应该是磊豪啊，大家好啊，我的左手边是我们的涛哥，主音吉他。我的正前方颜值最高，我们乐队的形象代言，我们的美腿丝袜娜娜。Hello. 我的左前方是我们的萌萌的小鲜肉啊，大刚啊，新乐里头的贝斯手。大家好，我是那威武霸气帅气华子啊，华哥。你
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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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喜欢的宝宝记得关注点心打卡，谢谢各位对我们的什么时通知，下次不会迷路。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面，我的家就在钟鼓楼的这边。我就唱过了。我的家就在感谢数字五二西宫区的里面。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家就在感谢城上回音酒吧，这首歌叫钟鼓楼里面。欢迎各位朋友啊，有机会来我们洛阳，来我们的回音酒吧，来一起喝酒赏月赏音乐啊，赏月。谢谢我们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宝宝，感谢非常感谢我非常感谢大麻子啊。